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大豆哥。早就应该跟大家聊一聊我大飞姐的演唱会的。首先，无论我大飞姐唱歌如何车祸现场，我都力挺大飞姐的。不过最近不得了了，我听到了好多负面新闻，宝宝也要出来逼逼几句。贫富差距一直都是在的，如果宝宝没有时间或者承担不起票价，可以在电视前看，也可以看网络直播，都提供 VR 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演唱会看的就是现场，我要看的就是他本人，就是飞姐本人。他音准丢了，气息没了，音准走了，我都不在乎，在乎的请去买 CD。 还记得曾经飞姐带给我们的曲目的人，40多岁了，还给我们带来《匆匆那年》，让我们感动，让我们怀念，让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。为何还会有喷子？我想说，音色丢了，气息没了，音准走了。唱歌好不好，与过去的成绩无关，与今天的感冒无关，与是不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专注有关。其实拿我来讲，表情是最重要的。我这种神级歌手，唱什么不重要，反正你们听不懂。